今天要做一个小葱番茄蛋饼。然后把这个馕给它切碎，尽量切的细一点。切点葱，我大概一勺面粉。搅拌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个辅食，大概5分钟就能做好，适合那种比较没有什么时间的妈妈。现在一面差不多，我们翻一面，好包有点大。不太好了，
好。